馆长、画家、书大师，还有主持人，各位来宾，馆长，是大家好。我今天非常非常的高兴来介绍我这一位好朋友，因为我觉得画画的人真的是好幸福哦，包括我自己，因为我自己也画画。我先介绍一下我的名字，我姓吴，口天吴，白色的白，露水的露，吴白露啊。然后我在开画展的时候得到很多朋友的鼓励，包括刘世勋这位好朋友，他不只会画画哦，他的经历还有他的学养，我们不要说人需要有什么的一个头衔，我认为要打破那个画家是 open your mind， 他的孩子也好优秀哦，好，然后他自己因为一步一脚印，他跟着刘奇伟先生到世界各地，刘奇伟也是我非常非常崇拜欣赏的一位画家，因为画家的心不是那么严肃的，画家是可爱的，就像他一样，你看他非常勇敢，对不对？这样子的造型能够到火车站啊，白露我到了，你看这样子的可以给我们带来好多的欢心，也可以那么的自在。然后你们仔细看他的画作，我们说海浪，不会让那表现就是那海浪海波，可是呢我们一看是看到玫瑰花那个情爱，对不对？很爱的深情，可是那个海浪却在你看完那个主题吸引之后，你会在后面再看到一个波浪，你看那个后面的意境就表示说，这位画家他不只是在画上呈现他的 feel， 但是他的诗的心他可以做出来。有些人的风格是你看一幅画就 OK 了，他整个场都 OK 了，可是他的画是有变化的，你看他的 touch， 然后你以后如果到 Facebook 去看他的诗，他的诗非常的细腻。我想在这边我不需要多讲什么，而是透过你们的眼睛再一次创作。然后画家最喜乐的就是说他的画作能够有人去欣赏他，特别是如果有人去收藏它，我想这种实质的鼓励更是让人心花怒放，我是这样讲。谢谢大家。OK， 好，我们掌声给永吴老师来帮我们说说话。如果说未来有想要知道吴法官吴老师的他的那个电台，我们可以私下找他哈。那我们今天讲这边好像有什么有哪位科长是不是？我们请他帮忙帮我们说说话，勉励几句。掌声听。他的名字跟我名字哈、是有一个是相同的，我是硕勋，你是世勋呐哈，他爱钓鱼的，爱钓鱼的哈。那今天是你的个展第13次个展哈，要向你致上最诚挚的祝福哈，谢谢，祝福这个展出成功哈，那也很难得啊，第十三次，我从来没有一次。还有我们的吴白露吴女主持人哈，还有馆长馆长。那我个人哈，曾经也得过奖，画画曾经得过奖，那但是是在国中的时候得过一次奖。那次奖得奖之后呢，以后就没有了，从来没有。那我印象中哈，我们养成教育当中啊，会有这个美术这一门课程。那我印象中，我曾经在素描的时候啊，画一个素描，那就是一个石膏像，画一个素描。那画完之后，那送上去给老师评分，老师给我的分数很低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。